哎，大家晚安啊，跟着好，大家午安。我们来看一下今天收盘的状况哦。今天的加权指数呢，最后一盘还往上嘎。我想今天有一些人可能在当冲哦，再去空哦，那被嘎。好，所以看到最后一盘的台积电呢还往上拉。那整个今天指数大涨229.85点，涨幅是1.88%。今天呢？其实有一个跳空之后呢，整个指数往上，那基本上这个缺口盘中也一直都没有来回补，所以我们可以把今天的这一个缺口当作是一个这个底部翻转的这一个缺口哈。那不过很可惜的啦，我想很可惜今天的成交量只有1545亿，谈上来追加意愿不高。我想，当然有一个可能是现在做当冲的人也少，那另外一个比较大的原因是因为弹上来没有人要去追了。就像早上我讲的，你弹上来你不去卖股票就不做，不错哦。所以今天这样的成交量反而这个国家队就很好来拉抬指数。所以你可以看到今天呢，特别就是联电哦收涨停啊，那涨停呢最后是。7万多张的这个买盘在那边等，那成交量有40万张。那我倒认为联电你要看它明天还可不可以持续？那当然，也许明天它再给你放个消息就好像当初炒台积电一样。那你再回过头来看台积电呢？台积电也是最后一盘也是在往上，最后收431.5。明天摩台要结算，今天看得出来有人在这里强力作价在强力作价。可是你说今天这个盘有没有弱的股票？有啊，四星 KY 尾盘几乎要收最低哦，还再跌23。四星 KY 这一波最高来到反弹最高来到多少？在礼拜五的高点554见高哦，然后昨天礼拜五收最低，今天再一根，你知道你就连了这两天一张股票差多少？快10万个哦，就差。就这两天，一张股票差快10万。你再来看并不是说每一个股票都在涨。台积电概念股，像金电、金鼎，今天也是相对也是比较弱。不过，嘉登就还不错。那有一些 IC 设计类股，我们看到今天的联发科也不错。但是不是所有 IC 类设计类股都好？联发科涨，瑞昱涨，那世星 KY、NRE，然后艾普这一种。就表现就不好了，有没有？那上礼拜呢，报纸还跟你讲多的嘉泽，今天还持续跌嘛？那再来，我前两天跟各位讲了创维、旗宏，我说投信在高档买股的你要留意哦，所以创维跟旗宏今天还是一样持续走弱，有没有？那我们会员选股的这个 ABC 待遇，今天表现相对也都不错哦，同心电。看起来今天也都是收红的好，那整个大盘今天最主要就是涨200多点量缩啦，所以看起来这个弹上来也撑不太久也撑不太久，它必须这个量要能够补上因为如果说你今天大盘涨量有增那还好，可是今天大盘涨反而量是缩更多哦，所以这两天也许指数会不错，但是因为量没跟上，就蛮危险的啦。因为没有量，也许国家队会持续买，可是一有量，然后怎么变成什么？国家队在下车，散户在上车，或者外资在上车，散户在下车。所以今天这边这个行情大概就是这样。我还是坚持我的看法，弹上来你要开始减码。然后可以同步加码50反，或者是富邦 VIX。好，有没有人要问股票的？这个投顾我们分析师什么时候也变成老师了？有教个师都是老师吗？那护理师算不算老师嘞？还有什么师？那机师算不算老师？开飞机的，
以后不要叫老师，觉得当老师感觉上就很老，好像老了好几十岁的感觉。虽然我年纪也不小了，然后我们公司的同事也都叫老师老师。我从小到大从来没有就没有想要当老师，因为我对老师的印象非常糟，我大部分都碰到不好的老师。有没有要问股票？皓月，皓月现在就是季线跟月线嘛，那月线已经要开始下弯了，月线还在75这附近，所以我觉得如果弹上去。72啊，所以你看今天收71嘛，哦，所以再上去，我觉得月线72以上应该压力会比较重的，因为它月线还现在还在下弯，顶多就到75。那这一档呢，感觉上已经做完了啦，哦，所以任何涨上去都应该是往上卖，而不是往上去追。同志也是啊，同志他这一波也是拉上去之后，上礼拜五也是到季线这附近再弹上来嘛。好，那一样哦，现在很多股票都一样，都已经跌破月线，而且月线开始往下弯了。哦，所以你看它的月均线现在在92.62，今天收88.8，今天盘中最高91，有没有？要么就在那边先震荡筑底再攻，不然我倒觉得，如果大盘杀，就说大盘如果杀很多股票，它就有可能会破底啊。我觉得同志应该也是有机会，也是有可能破底。这个感觉上已经不会有什么再有什么大波段了，因为连做两个头出来，100以上的高点都没过，然后又拉回。好，那当然在。在85这边或许有撑啊，可是我还是觉得它有可能震一震之后还是会越盘越低哦，那需要小心一点。联强，联强应该这一波也做完了吧？前一阵的投信也都在买啊，但是你就看它。45、46、44，现在杀到40，所以如果弹上来42以上，压力也很重啊。哦，一样哦，不过联强更惨啊，联强就是月线跟季线已经要即将要死亡交叉了。如果有机会反弹到42的话，以上应该是要出脱，而且我们看大户筹码已经开始逐渐在递减了，表示大户也偷偷在跑。这种股票哈，感觉就是一年做一次。这一次正好遇到319打下来之后，然后法人开始这个除权息前要这个拉股价，所以才有办法从319之后一路拉到这个5月、6月都来拉。那紧接着呢，除完权、除完息之后，再一次过前高，要想要过前高没过就下来。所以我觉得这些股票暂时都弱势啊，联强也是弱势，旺宏一样啊，旺宏今天再涨一涨也差不多啦。你看旺宏哈，他们就是这样子啊，看股价要破底了，再来放个消息，那今天又一堆人要去抢了。哦，今天旺宏也涨停嘛，对不对？
那它每次都这样子啊，有一根之后隔天再开高就下来了，所以哦，请你留意这样的一个行情哦。三三以上的万虹压力就很重。还有人有问题吗？大盘的成交量如果没有回来哦，可能连盘中哦也不用太在意你的股票是不是拉涨停什么，也许拉高之后有价差，就先来出一趟，跌下来之后再把它低接回来，哦，因为这是成交量没有办法放大的关系。双红哦，双红它目前就是横向整理的格局啦。你看它现在都在走横的，然后这个成交量也缩了，那季线现在也持续在往上，所以双红看起来看不出有什么攻击形态，可是因为它的获利还 OK，所以股价就是在那边做整理。我想大概就做整理，也不会有什么爆发性啊。大概就是这边盘，因为你不知道它还要洗多久嘛。那洗有两种，好，因为我今天我昨天有做2个影片，讲主力吃货跟主力出货这2个题目。那同样是震荡整理，有2个下场嘛，一个就是震荡完之后往上攻一个波段，另外一个是横向整理完之后往下跌破，然后就直接下跌了。好，所以。吃货、出货都有可能，但以双红来讲，我倒觉得它应该之前已经拉过一波了，所以现在的业绩也表现也算就平平的啦，月增也没有什么期待，所以大概股价就是只是撑在这边而已啊。但也不排除说，如果有大盘在杀的时候，它可能就跟着破底，好吗？来。我们现在推这个月圆人团圆，财富来结缘。这个你对我们这个中秋节的入会方案有兴趣的，麻烦你哦，电话直接打来02-2542-8999，或者加 TG 哦，加 TG 来问也可以，好吗？这个人团圆才会赢，邀请你共襄盛举。OK。所以月圆人团圆，中秋节这几天就到了哦，天气湿冷，也不晓得看得到看不到月亮，看不到月亮也没关系。我那天我再拉一首大提琴给大家听好了。上一次拉月亮代表我的心，我记得去年拉的时候，因为在前公司待得没有很快乐，脸很臭，有人老师啊，中秋节五星米粒，记得月亮代表新兵就吵了好，还有问题吗？我想我们现在看直播的人不多，很正常啦，因为你看成交量都缩到100多亿了哦。那缩到100多亿，我想这个说，再说。其实我希望它缩快一点啊，比如说这一波在美股选前哦，量急缩，然后以盘带，就是如果它不跌了，那就缩一缩之后，那选完之后明朗了之后，再来攻哦，重新再来攻，那这段时间就是在震荡在洗，我觉得都可以，啊，不要再股价也不要再往下跌，好，那都 OK 啦。但是因为量缩就是没人气嘛，那量缩没人气，我们在那边的操作就用量缩的做法。哦，就不要想说要做多大的波段，哦，就是有红就来卖，有黑就来买，用这种方式来操作。如果没有问题，那我们今天的下午的晨下午茶时间就跟各位喝到这，好不好？那下午大家还要工作，祝大家下午上班顺心，谢谢各位。
好，拜拜。